西湖三号游轮上实习。受此次疫情影响，我们船现在停靠在德国福克斯港口，船上所有船员在船上隔离。这是我们收到的中国大使馆援助我们的物资，有莲花清瘟胶囊两盒，有一包卫生湿巾，一包20片装的一次性医用口罩，有两包10片装的 N95 口罩。十分感谢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也十分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。现在 船上所有中国籍船员身体状况良好，感谢我们学校领导、系领导还有老师们的关心，感谢祖国挂念。